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来开心的开会。这里是天下校友会，我是小飞。一到放假过节呀、青年男女啊就扎堆的结婚度蜜月，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。可是啊，从东北不远千里到深圳去完婚的徐老蔫儿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他到底遇上了什么烦心事儿呢？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吧。自打和老蔫儿啊在春节晚会上相了亲，商量妥妥的，回家就准备结婚。哪曾想啊，孩子调动工作，加上我那段心不顺，把我呀就先接到了深圳。前几天给老蔫发封电报，让他速来深圳完婚。接到马丫一封电报，让我速来深圳报道，说是上这儿完婚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五十出头，六十没到，还要重新做把花轿。这轿，看见没？电报加急的，徐老蔫儿速来深圳完婚。你多能拽，还完婚！一接电报把我吓一跳，我寻完婚是拉倒的意思。后来人家别人告诉我说，完婚也叫结婚，结婚也是完婚，统称叫办事儿。这趟车他没来，再等会儿，这趟不多，下趟准到。没人来还真别乱走，听说不远那边就是港澳，别走过界，还没到分店。找个地方休息。哎呀，深圳这地方到处都是广告，那灯中间都给你放一个，就让你慢慢消，想歇都歇不着。歇啥呀？徐老娘，深圳也有叫徐老娘的，跟我一个名字。哎呀，老娘儿。谁喊我？老娘儿。怪事儿，刚上广告。就有人迟到。老蔫儿，老蔫儿，什么人？不要乱联系啊！我可是要结婚的人了。我是马丫丫。马丫丫，深圳我就认识一个马丫，又多出个丫了。我是马丫。马丫，拿什么当凭证？收到了你的电报。什么内容？7月6号7:60到2号照旧，左手戴手套。